有桥嗰边，你帮我用菜头啊！用沙椒粉，好，就这样。大哥，大哥位啊，一个鸡排，将鸡排啦。大哥，好啦，好来，你帮我记得排好来。来，几包几多？几包半呀？哦，兵哥哟。来，三个你的。来，小姐的。二，谢谢。来，去烧你。不能包你哈。安怎啦？你怎啊？他回去要做哪位？啊，主动啊呢，被动啊呢。来客啊，有一个人客啊，五个客人，想吃的快点，来两百块来，等八号的，来请给我，请给我，来留下等八，来五个人客，别动，给你，给你，动作快点。客啊，有一，去买那边，客啊，有一啊，要修啊，要修啊，要修啊，哎呦，要丢哦，哎呦，一堆机啦，好过来，给你搞个机理处理解去。来啥嘞？好外客啊，有一，看啥货没？来两百块，要咩啊？三个，三个。要卖六个人客，你想几波？你先想看，来国家哦，来全部六个，最后三位了。等下无机会人卖你，全部六个人客，统统给你们了。这包就卖四个了，全部可以，赶快两百块来。最后三个人客，你想咩啊？最后两位都。最后两位。来，国家有两百块，都交我了，阿斌呢？准哥。来，客人办好，我开见。来，最后一位，阿伯伯留意一下，还没有买鱿鱼的。来找他吧。来，冷巴，来冷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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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龙王哦。来，各位谢谢。来，五个客人的。来，再过一伯伯，阿伯。来，要吃龙胆春节的，我办好了，五百块龙胆值班。来，过来，来，准哥哥，后面归。过来，过来。过来，过来，先往里边。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臭废话，傻小孩。本哥，慢来，慢来点啊，本哥。走吧。杰西啊，你有回车浪费啦，回车派的，你不要看。但是不怪怪啊，从主要他们两个人不敢正常啊，下日请你原谅伊啊。其他红车也无出掉啦。哎呦，等我一队人去讲要吃鱼啊，也无敢出啦，要吃烤凤啊，来鱼多我先来看看啦。来要吃鱼肚的开五百开四百，无吃的哦，大地哦，没有吃的保证没吃，来三百块都，三百粒肚来三百都，来招一个人去吃来鱼肚，来三百块来，哎，阿拢无人饮钱，你即摆一个等哪位啊？一吃就百三两地，二啊五啊咧，卖你三百块你了了，来即个搁请，百一地一百你讲够少啊？即个搁互你，一地全部八十，来三百块都，三百粒肚，来三百块来，最后两个人给鱼肚，来三百块来。三百到三百，来兵哥要了，赶快来三百块，一刀哦，一刀哦，这真的没有吃。我们这个兵哥买很多次了，我们上来一刀，没有告谁卖啊。来三百块来，三点来，几点够？你来三百块，那么买了不？几点够位？够位啊，别够位，一刀，来大哥来进，来三百块来，几点几点一刀买起来，来三百万了，三百块来一刀，好来好，这根大佬在买到位啊，这根大佬，这种。来三百，方哥上多少了？来有了，有了，收起来了，三百到三百。哎呦，这些什么非常风风安的挂布了，来啊！哥啊，将物件画画哦，卖个搞摆物件，这大块龟鱼给出来吃吃。我不爱，大片的龟鱼全上了，等一下哦。来要吃这个鲷鱼腹肉的，春节你还没啊？前几摆给你鲷鱼腹肉没有了。八个客人。五十八份，烤鸭，蛮好听。五个客人，免两百，两百一公斤，这样不咯？懂的你就买，不懂的我不介绍了。会公会买多价，来七百块嘞。加三个。二阿伯啊，伯阿伯几点了？一千的，等一下找你哦。来这里边是个，我来了，这钓鱼肉汤好听些。中华伟，看。二，谢谢。来，找九百一千的来这边。来，意大利面来。我们要搞点皮。我告诉你啊，为什么要给你？是吧？超漂亮的，等一下马上卖啊。什么价？多价，二十七。来，意大利面冷拌过来，请求前面来意大利面，来两百块。冷拌好，
等下吃意大利面的，赶快。来两包，不能。先我刚不少了。来两包，对啊，少了啊，你拿去哪里？找小百啊。来两包过来。哎，阿伯，要吃意大利面，是汤意大利面，懂不懂？来这两包过来，来两包，来小姐妹来意大利面，两包过来，来这包过来。来去包括你来能包喽，对，包好一下啦。来意大利面真的很方便，又好吃又方便。来意大利面能包过来，进来够上包杯的意大利面，动作快哦。来两百块，来能包喽。来七包、五包、六包、七包，来被包你来能包喽。来两百块，小姐好，很方便啦，你回去哦，煎一个荷包蛋，然后再煎一块我们的鸡腿排。啊，意大利面加好哦，多少加饼？套餐嘛，不够浓度的。来两包过来，意大利面。来，还有人要意大利面吗？最后一位了。来两包过来，龙川贝俩意大利面200块。好了，谢谢，感谢你服务啊。成交。来两个人给我买买来。来小家庭的来。给我200。来两包货。200给我。好，200交给你了。来阿姨，谢谢啊。感谢您啊，请到红包过来给我捧场，谢谢。来大块鲑鱼哈，来想要吃鲑鱼牙签，想叫你买，不想叫你买，想要吃牙签。嗯，我一个，两个人啊，来看好啊。哎，拜三的鸡来哦，我鸡也给你抓来哦哈。来有大块吧？说真的，超大块，超厚的。现在鲑鱼没有人要卖这个，因为这个太贵了。来要吃的，听好哦。三个。应该是五个人给买到的，我这一份拢花1000啦。一份都1000块，六片。你们要吃鲑鱼的，今天我不要卖1000的，但是你卖门我不一定。我这鲑鱼就是拍算买了了的啊，因为伊伤大块，我无好走，互你吃欢喜，这样要就来500块啊。来500。唔惊，我去等。你绝对买无这个鲑鱼500块，遮济济互你。多一个加银钱哦。要吃鲑鱼的快点，来500块。什么人是阿红啊？阿红是谁啊？阿红你有阿红你你谁阿红？我阿空啊！阿空嘿呀，我感觉阿空真适合面摊。再来一个呀，阿空的。阿空啊！空空得定吗？来，我叫你来。对，姐你叫来，你讲。我直接过来叫你叫过来。来，后面东西好了，我马上放。来，鲑鱼上高旁边。小姐，后面小姐。谢谢你哦，真的很大块了，真的很大块，你没有看到对不对？好抓，然后这大只，我不坑个话好吧，我就是1000块靠边。来，1、2、3，来四个客人买就好了。来，500块了，谢谢光临。空气呢？你们分不要叫吧。这伤大块啊！来500块来鲑鱼，来500块，马上拢赶快，拢赶快，来鲑鱼500块，最后两个人给。你们走。阿鸟喂，这四地呢，800块你买无呢？来500块，最后一位了，鲑鱼500块来。我是1200啊，我买鸡咬来，阿姐别来。说真的啊，这个1000块人家就买掉了，我都赔你500块呢。大地啦，好啊！来，谢谢谢谢，好啦，放心啦，没得啦。来，枸杞师傅，当归枸杞师傅一碗，来，捌食过牙签，有吃过的，当归枸杞师傅一碗。先进两餐咧，买到位物件。哇，都捌食过啊！哎呀，这1800块的，正手工的，等于说煮球翅汤都，煮麦煮汤，炒菜拢会使，不在你啊，对个无？春秋江的300元，这当归枸杞拢伊内底啊，煮汤得食来，唔免300，这样开200块啊，200块来200，这后边够无？够无？来，大家拢买。每一个人拢搞捧场，我了钱来买来，即盘嘛讲卖到800，一斤800，才卖到百，较济人买，我卖较少的，唔免200，互你试食，但是后山嘛无济啊。后礼拜你有客户就看得到伊啊，老尾只100块，100块来。当归枸杞四目一碗，来100块来。真的好吃，赶快买啊！哦，当归枸杞好像笑的，来100块来。当归枸杞300元，100块来。赶快！当归枸杞四目一碗，来100块来。100块，通通有了哦。来100，通通没？无啊，我得两机会啊。贵也贵啊！
好啦好啦，可以啦可以啦可以啦。啊，好啦。好啦好啦。哎，一百块块嘞。不能包来。最后三位就好了，来一百块来。我讲我袂搞笑诶，搁一个人，一百块来。谢谢，包不错，全包了。啊，阿哥收啊，包紧阿哥收够未啊？来收啊，来冲刷饼两百块来，两百块收钱。习惯较好诶，钱啊先甲收上来。来冲刷饼两百块，小家庭诶，你等我。来两百块。啊！要我来冲刷饼，好食对不对？暗时啊，对咱做面膜对不对？你看个领导，真正好食可以。来两百块，唔爱食不冲刷饼。一包十枚，一点四公斤，太大包了。来一百块，让你们试吃来一百块来。冲刷饼买一包，剩下两盒啊。一零哦，来一百块来。冲刷饼一百块，通通买到了。一百块拢有啦，有啊，我收来啊。来试试看，真的好吃啊。你要两包吗？一包好来，谢谢。来加高点，来阿加高点，阿姨啊，来举报过来。今天我要修改啊。来，谢谢。加个两包来。哦，今天都打来救生了。斌哥，你搞出阿豪。哎呀，我。加。赶快来拿啊！赶快拿呀！我拿了。峰哥在边在边。快点出来。来干杯啦！阿娘喂，干杯！我都买着。是啊，我讲啊，真正大粒的啊！要吃干杯的煎奶油就好了，哦，干煎奶油就可以了。来，五百块我来。不然我看，有那赶快卖我五百啦，两斤好哩啦，有那是一公斤哦，也是一公斤。来，无几个人给，你想要吃干杯，动作快。好呀，两斤一公斤，无卖五百块了。来西亚哦，来西巴，要吃干贝了，就剩这一箱。我聊聊，母亲节快乐，来沙巴货来，干贝来沙巴了，沙巴货，别吃干贝了，紧的，要求我放沙巴，你不要见啦。来小姐妹来沙巴货来，大姐来干贝，两盒啊，不是一盒，三百是两盒，来沙巴货来，紧的，干贝别沙巴了，动作快来，小姐要五份哦，谢谢你人太好了，来千五货我来，你不是要五份？没有哦，你是举手打招呼啊？来，三百来，干杯三百块，今年最后春节了，干杯无啊？来三百，阿伯买牙签，还要求啊？我干杯，我叫别阿伯啊。来七百，来个小姐好嘛？来三百，阿伯买牙签干杯，真正好食，苏根好食，苏梅好食，来三百。哎呀，小姐，我们先好，我们通知好话，好话，好话，来干杯拢话，不要发抖，干杯你出彩，看阿伯。太狂！来，这等一下啦，多卖枸杞一碗俩，你客气了哇，还客气一点点，快点玩啦，是一直在玩啥啦？有玩没玩啦？没啦，那贷款没得得啦，都一直玩。来，几公吧？多少个呀？哦，差不多对啦。四公斤四千日币，很久没有出现了，不贵啊，不贵啊。哦，伊这去电话拨啊，拨三个啦，还是哦，客人嘛是赶快上哦，你老要吃金光牌啦，两百块啊，两百块啦，这款都，我去炒饭炒面，哎，滑蛋蟹咯，这两客的你啊你啊，来三票你来三百，来两百块小姐妹来，金光牌，大哥你袂啊，是明石海域的下章，四客啊，来两百块，四客都买呢，来五票你，来两百都，两百块来，金光牌买五盒，两百块也买袂啊，来两百块都三盒四盒来五盒给你。来两百块在乱卖，都是金光宝要求。来两百块，二三百块了，金光宝。来不会客气，我起来卖三百，来两百了，两百块，金光宝。边来搞搞住，两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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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没了。哎呀，起来了，起来了。起来了，起来了。起来了。头前有啦，后边两支啊。来五碗面，两百块来，两百块来，我来五碗钱啊，好些。对啊。给两起来等于钱。免两百，互你七只来，一百块完，一百块来，赶快，五碗买一百块来，唔捌食过买一百块啊，真正好食来，无一定爱煎五碗啊，你会当搞到煎，啊家己用变变五碗饼嘛，做汤做好食，来一百块俩五碗，一百块，一百，做人无买着嘛五碗，一百块真的好吃的五碗，一百块，通通买到哦，金鱼片哦，我要食金鱼片。哦，来做，别吃，别拢无买着。来，一百块冰块也好玩，冰块也好玩，赶快。来，好玩，一百块拢装备了，好玩，一百块通通有了哈。好，谢谢，谢谢啊。好，谢谢。好个，这个你搞出来一个什么物件？冰块，冰块。
名称。啊，龟头，人要龟头啊。哦，龟头阿基鱼还袂敢换，靠了，叫人买阿个唔敢换。来，要食基鱼啦，有水无？这鲜度真正一流一流啊！鲜度是一流一流。哦，等于你要搞坏啊！你注意听我讲，重点落，听着重点落，你后想要食，不要磨盐，你老米就煎两滴啊，那无多滴嘛，无紧，煎两滴，这起来是会较香的香味，无滴嘛，无紧，直接下去煎，淋油干干煎，煎熟了后，下下两片，无两片嘛，无紧啊，三毛就得啊，足香多只，而且嘛不油，你嘛买下咧，盐抹落还袂真个甜呀，这河蟹鸡足好食，这样要上，免五百，我今仔发较少的，哦，大家买下只，七八百五的人去。企业人可以加入来三百块，这个通常一份都是五百块我才有卖了，今天不用了，三百块的，来火鸭鸡来三百了，四个客人而已啊，赶快要鸡来三百，客人要吃鸡吧，来三百块，我靠，要真的是的，搞了搞哎，炸弹公司十个，来四个就好了，来，我去我去，四个就四个来，明天包好了啊，我滚到你那，我滚你得啊。来客啊，有鱼多啊，三倍来拍摄。客啊，有鱼。三两步来，七倍啊，来三倍，不好意思，谢谢。来阿姐来，来阿哥姐上来，客啊，有鱼。哎 ，hello， 客啊，有鱼三倍。hello， 哦，都包完了嘛，客啊，有鱼，来两包，好存几包，包给给来。这一包超大包的客啊，有鱼哦，好不好？我来，果子鱼丸来。当归果子是不是一碗三倍来？客啊，鱼丸三倍。包了，包了，拍摄。哎，这样呢，我看冰冰，他包了几包包，来谢谢。二来阿七包来，来我吃这来。解恐的，就来讲就讲扇贝啦，扇贝肉啦。哦，而且挂壳，所以你当行也当真。我买上猪汤，来，这是最好的青蛙，以后它不会出现了。哦，除非厂商再次促销，来五倍起来来，啊，不这七包就八号啊。来，再三百块来，两包你啦。解恐贝来三百块，金秋姐妹来。来三八红没有了，以后真的看不到他了。中秋节他才会再出现哦。两袋，来中秋节备来三八，结果备三倍肉来三八，三八嗨嗨，来三八红，哎三倍肉不然没吃，不买没吃嘞，这三倍肉以后不然呢？你锁摆摆啊呢？三倍肉被锁摆摆，因为它涨价，我不想卖它了。来。一人两包，让你们试吃。哦，你再吃菜，再吃汤，免五百，免四百，来三百块，无人要银钱，到去嘞，无人要银钱，只两三四五六七八九个人给你，免三百，免二五，来两百块，两百块来，结果变三百六，两百块，多少钱银钱哦？阿彪，够不啦？说真的，这种东西不可能这样卖你们，一个钱两包，两百，你已经无赚钱，要卖你呐，十个人给你哦。两包你可以登一蒸，来八号的，一百五来，不是两百了，来一包就一百五了，卖你一包的钱而已，八号红，你许些中号呀，你这标很歪，要不公平。来两包两百不卖了，来八号的，我上卡了，圈圈叉叉了，今天哥这种蒙老的呀，这个，我发现最后个冰箱不抗议啊，抗议啊，我看到了，你上我看了。我冰箱，你讲爱准备高兴的回而已啊。哦，下次来，下次来。诶，咱足侪人点虾，我拢无方便，足歹食。来，要食虾啊，来，免五百，免四百，来三百，免啦，来两百，好卡侪人买来，虾要食开两百咯，两百块来，海贝两百块来，紧嘞，有人要食海贝啊无？有人银钱哦，多少钱要？免五，一半免四，来三百买好。三百，来两百块来，谢谢，一份就好了哈。喜欢吃虾子要多买几份，因为一份哦你吃不够哦，真的哦。啊，我是故意卖两百的让你们买的哦。来，大哥来，谢谢阿轩蛋姐哈。来，三个人给来，来三个客人。来，谢谢，来鸡，过来，好的呀，包过来，好的呀。来，好的呀，来三个来，谢谢。来，蛋姐来，哎，皮也很滑的。啊！你肯定要把它给拿回来，要不然穿起来你也别搞丢人。来，要吃龟头的来。牛肉炒的，人多咩哦？
来鱼头存一箱啊，无买着就无啦啊。免五百，免四百，来三百，来两百块啊，恁龟头来两百块来。哎呀，有有价贵。龟头两百块，今仔日是啥物日子啊？刚好碰到这。两包装起五百。两百块二，龟头两百块两颗哦。不是一颗哦，是两颗哦。来，龟头两百块。不，来200块来几桶，200拢装咩料呀？啊，未买鱼头的举手。OK 啊，啊，上哪买鱼头？装咩咩？刚才做生意多少？来咯！这边没讲，没有讲。我打到这了。哎呀，200拢装咩料嘞？人伊买2份啊，无你嘛加加叫我买一份啊？有啊。你好，你也感觉真正吼，快去收啊吧，加自动一个好友的。汤会有，来个看见。哎，乖，乖来，你搁一包啊？哎，来啊，你要吃鱼头的，一两三四个人去俩。正常走。一条不要紧，但是钱也要紧的，收买无啊，来一包好啊。你带一包啊？几条拢互你，来一包拢。烤炉嘞，搁烤炉嘞，鱼头一包，烤搁烤炉嘞，看下无啊？三杯。来，小姐，好，那没有了，有鱼吗？大刀了吗？大刀，大刀。啊，不好意思，谢谢你。好了，来三百给我了，没有了。要不，要不吃？没三百。走完了，这是新鲜。小姐，来900。啊，不好意思，谢谢你。来，那个枸杞不暖啊，哈，来碗猪架如何啊？兵哥打好没有这个啊？气死鱼米球啊，救命鸟，请叫我进来。强烈的建议要用煎的，用炸的，当然啦、啊，煮汤也可以啦，但是真正煎几种汤比较好吃。五斤啊，一斤卖我卖一百八，这样买球来一百块啊，能100块来气死鱼米球，来一百块。里面真的是满满的气势，我没有骗你，我卖你100块，你们不会买哦。啊，我好哇，给搞这块200块的物件，要一头我买着，有哦，真正好吃。况且你去买五分的，对不对？下面就吃完了啦，这个物件够分了。还有啊，最后两位，气势与品种。最后一位，来掏钱，掏钱，饿吧。七个够了，全部了。七个，七个，全部好。来，阿妹讲，卡肉白菜肉啦。哎，我是卡早鱼的白菜肉的。我这还是单点呀。快看，五包了，一包一公斤重，卖200卖百，你两个再卖来七百块来。白菜肉来。白菜肉一包。真正大包，好，阿伯阿妹。阿伯，哇。来，白菜肉一包，好，妈妈做做给我。这个上场了，加热就可以了，加热就可以了，真的很方便，又好吃又方便。来，怕啥不啊？怕啥好怕坏？贵呀，不然贵，不然怕坏。你好，走。贵，我全忙不了，不贵呀。哎，老差了。来，要吃怕啥还能包来？200块拢装开好了，怕啥啊？大蒸羊腿了，今天试吃。一只三号，一只卵一百四十，来两百块来，老贵哦，